二氧化碳充装。本设备可为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瓶内增压充装二氧化碳。填充过程严格执行灭火器产品维修、更换及售后服务团体标准的要求，稳定可靠，安全环保。首先将设备进口的金属软管连接到二氧化碳储存罐瓶口，连接处采用螺旋密封的方式，随后打开储气瓶阀门，二氧化碳液态进入管道，然后到达充装二氧化碳的主机位置，查看储气瓶压力值是否达到充装要求，手动提起二氧化碳金属通气管喷口对准外面，打开阀门把金属软管里面的空气排干净，随后采用螺旋连接的方式连接二氧化碳空瓶，插上插销，将空瓶电子秤技术归零，打开空瓶连接口阀门，启动自动充装模式，开始向瓶内充装。充装时气压会缓慢上升，充压充装到设定压力5公斤时，增压泵自动停止。充装结束，取下插销，关闭阀门，逆时针打开连接处，放回软管，取出灭火器，二氧化碳充装工序至此完成。